师梁安，今天呢要带你们去来一家吃墨西哥菜非常棒的一家，就在这里。你们看到这个叫 Twinkies Tacos， 非常棒的一家餐厅。我们从这边走，我们从这边过来，非常棒的一家，它的 Tacos 跟推那个 Nachos 是非常好吃的一家饭，在这里。等一下我们进去再点哦。好，这是他们的菜单 Tacos， 然后这都是他们的 Tacos， 然后呢这里有他们的那是那我们上次吃这个，就是这种有套餐式的，就有套餐式的，我觉得比较划算。然后下次你们来可以吃这个套餐式的比较好，然后可以换花三十块钱可以换甜茶，甜茶就是我们的红茶啦，也是很不错的。馅饼，墨西哥馅饼，然后也是很不错的。那稍等一下，等我们点餐。等一下那个墨西哥馅饼。那这个是套餐式的。那这个就是几个人啊？几个人的？两人份的，那是两人份。那可以点这个。这样子不对啊，这样子这个才3块5，这样子就等到400。是因为他还做了这个墨西哥馅饼，很好吃哦。这墨西哥馅饼好吃。那就一份这个嘛，然后另外再一份这个，也可以这样子。可以啊。够。因为他这个馅，他这个 taco 只有这样子而已。三个。然后我们这是三个是吧？咸的。这就是 nachos， 我也要一份啊。不是，我是说它这里是三选二啊。还是三个？三个，这就是包含在里面，只是你要选它的口味而已。Any two tacos， 就是两个。啊，一个是玉米片。哦，对，它是要不然就是卷饼，要不然就是 tacos， 就是那个夹的那个。这个 any four tacos， 选口味。口味从这边选，对，然后来选口味，我们就选这一份嘛，然后再这一份嘛，我们就点这一份，或是另外再一个，然后再加点一个，它还包括墨西哥馅。我们先点哦，稍等一下，好，我们要开始点餐喽，小姐，一份这个啊。啊，口味，请问一下，工程师牛排辣不辣？不辣。那一个工程师牛排，这种四个 tacos， 四种口味可以哈？可以吗？对，四种口味哈，一个工程师牛排，好，一个原味鸡，一个虾老爹，好，一个原味鸡，好，第四种香猪，好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卡兹牛是什么？卡兹牛也是 taco 啊。跟工程师牛排肉类有什么？一个是汉堡肉的那种牛角肉，然后一种是骰子牛的那种牛肉。这个是骰子牛的。对。好，那就这个不要，就这个。工程师牛肉不要，改成卡兹牛。没有，卡兹牛是牛，骰子是牛排嘛。那工程师牛排、虾老爹、原味鸡、香，不是香，香猪，香猪哈，四种，四个 taco 的四种口味。那饮料你们要怎么搭配？馅饼。馅饼也是选口味吗？对。前面鸡。猪筋牛虾菇。你要哪一种？鸡啦，我觉得鸡超好吃的。好，那就鸡好了，一个鸡。饮料呢？可乐、雪碧、零卡、可乐、矿泉水，一个。第三个，一个爸爸可乐。换这个呢？加三
30块换甜茶，就要加30块哦。就两个，两个好。那、啊、它是可以续杯的，要续杯你再跟我说。好 ，OK。我要点一人份的这一个，好，然后要一个虾老爹，好，然后一个卡兹牛，好，然后饮料也是加30块钱，好，没有问题，对，就这样，谢谢，谢谢。这家是一间很有特色的，就是他们的服务非常好，然后很平民化、平民价，然后呢，那些料呢都还蛮多，还蛮多可以选的，有鸡、牛、有虾、有鱼，然后也有猪，然后呢还蛮多东西可以吃的，然后我尤其是那 nachos 就是玉米片加那个就是一些酱料什么，那是我最期待的，就这样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等菜来，先给你们看一下周边的环境，它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还蛮多外国人来的，然后地下室是洗手间，那等一下要洗手的话就到洗手间那边去。那有什么想要讲的呢？我看起来我们就是西方那个万圣，刚好是万圣节，对不对？10月31号是万圣节。感觉很缤纷热闹，对不对？开心。对。那晚上就是酒吧。它也算是一个酒吧，你可以点他们的啤酒啊 ，Corona 加柠檬，这是他们最道地的酒。好，那我们等吃的咯，先等一下。就是呢，我跟你们介绍 Corona 这个牌子，这个是墨西哥最有名的啤酒，也是他们自己制作，原产地制作的。那当然不是这个酒瓶的，当然酒瓶不是这个形状，但是他们酒瓶都是一般打开来以后，都在那个洞口，就是喝的那个地方塞一片柠檬片，然后呢，到时候喝的时候再把它打进去，然后就会有香香的柠檬味道，然后很好喝，真的很好喝。然后饮料来了，我们的饮料来了。我来的时间呢，刚好就是 NBA 的球赛，然后是公牛队，对，不知道是哪一个队，所以我就不清楚了。然后呢，通常呢，就是只要有什么特别的，什么季后赛，如果有特别喜欢的球队，你就可以挑时间过来这边，边吃边喝，然后边看球赛。然后这是外国人的习俗的感觉，就是常常会这样子。就是我们在以前在国外的时候，都喜欢就是边吃这些什么薯条啊，然后洋葱圈，然后边看那个足球赛，或是篮球赛，或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橄榄球赛。我们都是这样子活过来的，就是这样。这就是 taco， 非常的好吃。这个口味是猪、鸡、骰子牛、虾，然后我是虾跟那个鸡，虾跟牛。那我开始吃哦。哇，好好吃哦！
哎，不是包起来吃吗？是这样吃。卷起来吃，他做一个样子给我看。European batch one is nicer because it's more packaged as well. Yeah, it's good. It's nice. 好吃吗？好吃。那我觉得不太咬得动。不太咬得动啊！我也要来吃喽。这个连汤汁都有。你要啊？正在拍。这个皮跟刚刚的不一样哦。嗯，你把叶子那个打开。这是哪一种皮啊？是软皮的。刚刚那个是黄的，是炸的。嗯，炸完了。不要这么近。刚刚那是炸的皮子啊？对。哦，这个是筋，有一点点的辣。可是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好吃，有一点辣。超级好吃的。非常有风味，非常有墨西哥的风味，因为里面加了香菜，那个酱汁也很棒，非常的好吃。老爹，好不好吃啊？啊？我觉得酸酸甜甜，你这是猪啊？是沙沙酱酸酸的是吧？是不是沙沙酱酸酸的？然后肉是好碎肉。碎肉。我觉得那个虾老爹好吃。我现在就在吃，我现在吃的就是虾老爹，好吃，那个口味很棒。这是一整只大虾子哦，一整只大虾子，很扎实，非常好吃，口感很好。嗯，我先等一下再录，我先擦嘴了。哇，鸡肉馅饼来了，这就是超级好吃的鸡肉馅饼，很有内涵的鸡肉馅饼。然后这个是 nachos， 就是玉米脆片跟它的一些酱料啊什么的，这个非常好吃，这个非常好吃。这个是三，就刚才弄在一起三人份的。三人份的。这个袋子好可爱哦，怎么捏的啊？它盘子的颜色也很缤纷，上面的色彩组合感觉就很热闹，超好吃。很好吃，有一点辣，就有一点辣。你不要吃辣椒就好。然后这是鸡肉馅饼，你也可以直接用手拿。然后它有三种酱，沙沙酱、酪鱼酱跟美乃滋，你可以都沾一点，然后再大口咬下，非常美味。对，那酱汁每一种都这样子，
是说不这个白。是这一种，就是三个酱都有的，然后放进嘴巴里。这种是最正宗的吃法，就三种料都要有。我刚刚是急的，因为我实在太饿了，所以真是丢脸，失态了。不是说它里面有料的话，其实不见得要。你在夹东西吧。来啦，帮你弄这个啦。就像这样，还有洋葱，然后有那个酪梨，有沙沙酱，这个比较完整，有沙沙酱，然后往嘴巴里送。太好吃了，好啊。这就是今天我们吃的墨西哥菜，我非常推荐，叫 Twinkies Tacos。 那你有机会一定要来哦，因为它评价还蛮高的，它是平民价。那就这样咯， See you。